中华队的练习着重在适应比赛的各种情况。今天所练习的投球、打击、跑垒、盗垒和守备是出发之前最后一次的综合性的练习。亚洲棒球赛有中华民国、日本、韩国、菲律宾和澳洲五个国家参加。9月9号在汉城节目。教练孙杰今天下午他们在练习场地接受了记者的访问。目前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成人的棒球队啊，将要参加这个亚洲的棒球赛，训练的情形怎么样？一个月，对的。现在打的情形还不错。我们前次打的这样的意思啊，就是灭马的冠军，很想看。不过现在因为他们的实力和我们的实力，我想如果大家的那个情绪好的话，我这个手背不错，阵容比较差了一点，比较差一点，都比较好。是的，临场经验比较少一点。年纪大的呢？年纪大的好像无力不从，有点差一点。是的，现在最好的投手是哪一个？他投球是。他是快，他球快飞起来，他下退球很厉害。在巨人队，这就是我们的少年棒球啊，现在可以说是世界是一流的，最好的这个水准。不是我们的成人棒球，小孩子的这个组织啊，全国都在这里，上下都在这里，我想。到了这个浙江以后啊，这个中奖以后啊，就没有人。现在在路上呢，只带着纸质的，一般的军中里面比较对，安全都有储备，是不是？这上不妥协的啊。如果一直有我上面这样的下，那我想我们国家成人的也很厉害的，这么想。古少年，初中，然后到高中，社会，在一条边的。你认为我们的实力？我们绝对不输的，绝对不输的，希望您能够那个旗开得胜。是，谢谢你。